好的，好的，吧。哎呀，欢迎各位朋友来上线哈。今天呢是周日，也感谢大家这么样的热情。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幻灯片，我们这个活动呢是由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来主办的。那我们加拿大妇女互助协会呢是一个非盈利的社区的服务机构，希望中老年朋友们、妇女们，现在不是妇女们的也可以，欢迎先生们能够加入我们的组织，然后呢传播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到加拿大来。我们有个网站呢是 ccwa2020.com，希望大家呢可以去浏览，我们有很多的主题内容都在上面。我们还有一个YouTube 频道 CCWAA，我们今天和以后之前的所有的这个program 的录像呢，就全部都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如果你需要看哪一个呢，你都可以去浏览，就是观看你喜欢的项目，你错过了也没关系。那今天呢，就是由我们的这个陈老师给大家呢介绍学书断想哈。他是我们重点高中的资深老师，在期间呢也被评为优秀的教师。那就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做今天的演讲，谢谢。陈老师，你准备好了吗？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的衣服好漂亮，谢谢。对，特别有中国风。好的，那我就交给您。好的，谢谢。对，好的，谢谢各位朋友来参加。听我的这次讲演，其实呢，刚才介绍人呢就是高估了，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退休的一个老太太，当了一辈子老师，也看了一辈子书，但是越老越觉得自己书读得太少了，对的很多东西都觉得，来不及再看书了。但是也得要看，我就蒙那个加拿大妇女协会的约请，叫我谈一谈，就是说你看书学书的有一些什么想法吧，纯属是一些个人的想法。那么既然委托我了，我也就谈一谈。我在今天谈和大家谈的就是我们共同切磋，哎，对吧？是吧？都是个人的观点，谈不上学术，更谈不上有什么多大的价值。我们就是互相说说话，谈谈心，聊聊天，开心一下，就这样。那么我就开始讲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流传下来的有历史记载的古国。那么我就从四大文明古国谈起，我看一下共享屏幕啊。好，大家看到了吗？共享屏幕吗？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啊，看到了，那好。姐，哎，看到了。哎，看到了，那就好了。我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呢，现在已经七老八十了吧，都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而且特别美丽，而且特别是就是让人就是有更高的文化底蕴。那么就是说，哎，真是，要不然世界很多的国家，的人都学中文，尤其是西方的政要，他们家里的孩子都有中文老师在教他们学中文，所以中文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世界上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文字，对吧？那么中国的文字流传了5000多年，尤其是我们在在上世纪就是清末的时候，我们中国又发掘了甲骨文，这对我们的文字的深入的研究，对我们古代的所有的历史深入研究，又是锦上添花。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是受到全世界认可的，也就是盖棺论定的，有哪几个国家呢？有我国，有古埃及、古印度、
基古巴比伦就是公认的是个最古老的文明。那么咱们看这张图，四大文明的古国的这个图，你看这几个红点儿，这就是这几个国家，这是中国，这是印度，这个是古埃及，这是古巴比伦，就这几个地方。那么咱们再看这个，再看啊，这个，你看，基本上他们都在同一纬度上上下，不相上下，对吧？稍北边点是中国，最南边是埃及，基本都在这个北回归线这一带，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说，气候啊，挺适宜人类的发展。我觉得，所以说就在这世界的地球的这个环球带上，就产生了四大文明。那么，最古老的文明，那么就可以说的是古印度文明。古印度文明是在印度河流域产生的一个文明，有其极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公元前3200多年，在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时代就已经来临了。这个古老的文明一直努力发展到自己，他们不断壮大，一直到公元前1800年，恒河，就是恒河，对吧？那个泰戈尔的书经常用恒河来说，恒河两岸，对吧？那个怎么如何如何，对吧？恒河到现在还是印度的一个母亲河，还是印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河流。它恒河两岸的文化发展了以后，雅利安人就到来了，古印度的吠陀时代就来临了。那么这个时代来临，就发生了有些变化。前6世纪的吠陀时代就为世界带来了佛教，这点大家都知道。咱们唐僧取经就去西天取经，就去的是印度。古印度的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就宗教促进了文化，文化也促进了宗教。在公元前322年的孔雀王朝，那个时候就更是让印度的古文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对吧？那么但是呢，很不幸，你看看现在这个图，这就是当时印度的一些宫殿。你现在这个宫殿，要是现在我们看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这么多层次的高楼建筑，我们觉得很现代啊，很了不起。可是那是3000多年前，是那么合着现在就是5000年前，因为我们现在是公元2000年，然后再推荐推原始时代推，那就3000多年，那就5000年前，就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文化，真是了不得的。那么后来怎么回事了呢？就国家战乱，一片涂炭，就是国家好几个部落互相打仗。那时候我在中学生就是看过摩诃婆罗多，就写的各个战，就是各个国家，就印度之内各个王朝，一个王国王吧有16个儿子，16个儿每个都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打仗。所以这种打仗就把文明，就是文明就给糟蹋了，对吧？就是国家一片战乱，最后就造成了灰飞烟灭。就有两本书在中国比较流传，一个是我说过我看过的摩诃婆罗多，一个另外是摩勒眼陀，这两本书但是看的人并不太多。觉得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唐宗在公元627年，就唐朝的时候，那也是公元后，那么去印度去参拜佛教，交流讲学。他到印度14年，那个时候就是不仅仅是唐僧一个人去，就中国很多的佛教信徒都跟着唐僧不断地去上那去，去西天取经，取佛经。就那里的佛经是认为是最高尚的，那里的佛经是最全面的。那么唐僧一路，就是咱们都知道有西游记，
对吧？经过了那个九九八十一难的什么的哈，其实唐僧自己亲自去的时候吧，他也是千辛万苦。有一个教授叫钱文忠，他是季羡林的关门弟子，因为季羡林是中国会分文的最后一个人，对吧？他去世了，中国的分文能不能再继续研究下去，这个都是不是我们能知道的哈。就是说他钱文忠曾讲过，经过他历史的考察，讲过唐僧取经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写到了很多的时候就是简直就是被匪徒绑架，就是一群匪徒就要杀死那一计，那一瞬间的时候，也许是菩萨显灵，也许什么的，他就没死。那么这个如果大家没听过钱文忠讲过，可以到百家讲坛去搜一下，有钱文忠讲的这个历史，讲的非常精彩。哎，那就是真实的，就唐僧取经的故事。就是说，唐僧在取经的过程中，他本身就是自己一个人，并没有带了很白马，也没带了徒弟，就是自己一个人千辛万苦用步粮。他有时候有马，有时候就没有马。说真是被一群匪徒不止一次的绑架，真是真好像那个我听了那个讲座之后，真好像觉得真是好像有观世音菩萨来保佑他，对，就是这样。那么唐僧在印度待了有14年啊，14年的时候，他主要在印度的著名的那兰陀寺讲经说法，而且他也走遍印度的一些各大的印度的佛教，并且他在那兰陀寺讲经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大家就是有大乘佛教，有小乘佛教，我不太懂啊，就是各佛教也有种类，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在辩论探讨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唐朝来的这个人，他说的是最好的，最有道理的，所以给他以无上的荣光。当他回去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印度的那个统治者吧，就给了他很多的钱财马匹，带了很多的经文回国，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呢，就没有像去的时候经过那么多的那个困难艰险了。真是就是比较好多了，而且他得到了很多就是通关文牒呀，就是说走到哪一站，走到哪一站有政府的机关的那个文档就给做保证了，所以对他来说也是很顺利的。但是这一切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现代的你问现代的印度人，他们不知道有那兰陀寺，他们不知道有唐僧取的经文，而且那经文就是印度自己本身印的经文，他们都不知道了，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了，对吧？大家都觉得这怎么能会没有了呢？战乱真是毁灭一切的地方，所以和平是多么可贵。就是我现在就讲这个印度，就是那么一个繁荣的那个古印度，最后烟消云散了，对啊，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祖先有如此的光辉，这是很遗憾的。那么第二个文明古国，那么就是埃及，对吧？那么埃及也真是了不起的啊！公元前3500年的埃及就已经创立了文字，对吧？这和中国也差不多哈，并且他们有高超的建筑艺术，比如说金字塔。说金字塔的这个边儿是不是啊，就和地球的这个轴心呐、和地球的线呢，就和围绕地球的圈线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对吧？就是很多人就是研究了这个金字塔，对吧？那么他们这个图呢是狮身人面像，这后面就是金字塔，就是金字塔。金字塔古老的神秘的东西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对吧？
因为说了，是因为那里埋的是法老嘛，说谁破坏了法老的安宁，谁就不得好活着，就得必须死。的确，有些科学家呢，他打开了金字塔，的确后来也的确有病了，去世了，是不是跟他的咒语有关呢？这好像是不能有关吧？还是金字塔里头有什么我们现在科学还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吧？就是我没看到这方面的文件。他经历了，这是一个经历31个王朝的文明，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可惜在公元前343年就被波斯帝国征服了。他被波斯帝国征服了，后又经屡遭马其顿人、罗马帝国文明的征服，古埃及文明就这样一次次在战争中陨落了。对于埃及呢，我们国家和它的关系就是了解的不多。你比如说，我们和印度很多印度的书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埃及的书我们就是介绍埃及的古代埃及的书呢不太多。在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吧，就是埃及的总统叫纳赛尔，那时候他是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他和苏联比较友好，和中国也比较友好，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埃及电影。我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所以我记得就是看了很多埃及电影，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忠诚》，写了一个医生娶了一个贫苦的女儿。一个高尚家族的医生娶了贫苦的女儿，然后的一些遭遇吧，就是夫妻两个是无限忠诚表现了，最后他们还是团圆了，就是大家都感到人性的忠诚是多么可贵。说这个印象在我心里头久久不能忘怀。我还记得那个主角的名字叫卡门，也许和我同时代的人看过这个电影，叫《忠诚》。之后呢？纳赛尔死的时候吧，他有一个副总统，这个副总统叫萨达特，他非常忠诚于纳赛尔，大家都他就是我保证执行你的路线，要使国家富强繁荣，大家都认为他是这么说的，也能这么做的。但是他上了台以后，立刻就召见了苏联大使，就是告诉说的，我要把你们赶走，我要把你们杀掉，就是一下子他的政治面目从亲苏变成了亲美。那么他在国内干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那时候第一还小，还不太懂的。但是就是从萨达特以后，埃及的电影就看不到了。就是中国可能因为他亲美嘛，那啥，美国和中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所以他也和中国已经没有了外交关系。大概是我不太知道啊，这个历史，这个外交上的历史我不太知道。我感觉到的，就那个时候我们看不着埃及电影了，就是也不知道埃及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对埃及的金字塔，对埃及的那狮身人面像，就这些古老的东西，对埃及的那个法老，对那个里头的那个木乃伊，大家都是有向往，都有想看一看。说有机会我们去上埃及去旅游，那是一种理想。到现在呢，这个理想还没有实现，很遗憾，就是这样。下面第三个，那个古文明国呢，就是巴比伦王国。这个王国呢，我早就知道，就是对他幻想，说他建立了非常无与伦比的空中花园。哦，我就想，空中花园是建立在什么地方呢？他说非常高，非常高的，而且特别美。我就想，哎呦，小钱儿，他说，那叫空中花园。
是怎么样的美呢？是不是？这个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我找到了一张图片，这就是古巴比伦的一张照片。但是这个古巴比伦王国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你比如说埃及还可以知道，那么巴比伦这个王国去哪儿了呢？我们都一点儿也不知道，对吧？而且它就好像从世界中一下子消失，你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再也找不到有它曾经遗留下来的记载的巴比伦王国如何美丽，如何科技发展。说那时候科技非常发达，他们的不下于现在，但是大家找不到。哎，就是说，但是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什么呢？汉谟拉比，汉谟拉比呢是一个亚摩利人的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任国王，在一连串的战斗中呢，他击败了邻国，将巴比伦的统治呢扩置在整个两河流域，成为巴比伦尼亚帝国的第一任王国。尽管他掌控了整个的两国领域，他也是非常有很大的那个势力，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的继业者却无力保护他的丰功伟业，最后这个帝国走向衰亡，而且就是突然就是没有了。谁也不知道这个帝国是消失在什么地方，在这世间，它极其强大。汉谟拉比离世以后呢，立刻这个国家转入消亡。在公元前1595年的时候，就被北方的赫梯人入侵消灭。那么，巴比伦就从此烟消云散。那么，《汉谟拉比法典》呢，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律学书，这是很了不起的。起码我在历史学到世界史的时候，学到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就觉得他们是在公元前建立的这本法律书啊，这是很了不得的，对不对？我们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封建时代，但是一本法律书却没有能够和《汉谟拉比法典》相比美的，而且他们是在那么早，就在公元前那3000多年之前就有，对吧？2006年就建立了巴比伦王国，就从此就有了公元前1792年，汉谟拉比称王以后就有了。那么公元前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书，一个法律书，那真是了不起的。但是对这个我们大家世界上流传的，就是能够找到印记的这个东西，确实太少了。那么四大文明得天独厚的就是华夏文明，就是我们了，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我是自豪的。我们华夏文明开的那么早，但是能延续到现在，没有一点的丢失，这是很伟大的。根据中国历史的表的顺序和古籍的记载，华夏文明经过了曹氏、隋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然后又经过了尧、舜、禹，到禹的儿子就称帝，就为夏朝。然后是商朝，然后是周朝，那么对吧？对吧？然后是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然后就是唐宋元明清。说中国这一系列的都是有文字记载的，多了不起，是不是？我们华夏的先民在黄河留下了许多文明的地址遗址，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最古老文明之一，而是一脉相传、流传到现在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吧？也是我们中国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的。那么下面看看我们古老的一个遗迹，这个是万里长城。看看我们的长城这个建筑敦厚而坚实，它不像那个不像是那个在他们的都是很高楼大厦，我们是敦实的这样一个，而且几千年来它不倒。那么其实我以前就听说了，万里长城啊，它不是一个朝代修，一直到明朝还有修，就是说它在修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长城的砖的烧制是特别要有一种的白灰烧制，而且要掺了什么东西，其中我知道掺了糯米，还要掺什么东西，那么我就不太详细了。就说而且那个据制造长城人记载的，长城的每一块砖都不是一样大小的，不要以为它就是一样八八八一百就行了，不是，它是因为在崇山峻岭上那个在建立这种古老的长城，它要顺势要使这古老的长城坚固下来，能防御敌人，能够那个能够使它在这深这个弯弯曲曲的就能建筑下来，但是它每一块砖不能是一样的，要和这山势，要和这地理的阴历都是一样的，能够得开灯万年，那几千年几万年不倒。我们现在修一朵楼吧，就是能超过百年的就很了不起了，有的几十年就得拆掉了，可是这已经2000多年了，对吧？它仍然是坚毅不倒，而且我们大家就是八达岭长城每天有那么多人参观，对吧哈，反正别的地方的就是没有参观的，那么有人就称为它野长城，也有很多人就专门去爬这种没有人参观的长城，更能显示我们民族的那以前的那些东西的坚实和伟大，对吧？这是谁能做到呢？有的人也说，哎呀，给我一砖我也会建筑吧，也能，只要有砖我就能建筑，其实不是那样的。正像哥伦布吧，说一个笑话吧，哥伦布环球以后，那个就是麦哲伦航船呢，哥伦布航船，他们都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地球就是圆的嘛，你顺着一条船走就能走回来。但是他说的这个鸡蛋，当时这个哥伦布和那个死在那个路上了，他的继任者拿个鸡蛋说，你能立起来吗？他说怎么立不起来，他说我给你立，他啪往桌上一磕，就磕破了嘛，鸡蛋就立起来了，很简单吧？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这就是我们航海发现地球是圆的一伟大之处，是吧？这也是，就是说不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那么容易的，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下面我就说一下中国留给后人的万里长城如此朴实无华，好像建立都是很容易的，它建立了几千年几万年屹立不倒，有谁能做到呢？这个是也是了不起的。但是为什么古文明的其他国家都遭到了雅利安人的扩张而都消失了，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就没有消失呢？那好，我就说向西进犯的雅利安人又横扫了古埃及，使古埃及的文明消失了，对吧？古埃及文明消失了，就是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印度也都消失了。但是最后考证，雅利安人当时是有计划侵入古代中国的，因为他已经侵入了古代的印度，从印度要是能上北边就能侵入到中国，他侵入了没？他侵入了。那么侵入的部队哪儿去了呢？就侵入的部队被商朝打败了。我们在发现了甲骨文字以后，就是70年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商朝女将富好的墓，对吧？就是富好，就是
原来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女将军是花木兰，但是你发现了，在延安，在安阳发现了一个，大鼎，有一个特大鼎，那种叫，我就管它叫大鼎吧，实在还叫什么名字，就是古代跟另有叫法，有富好的墓葬。那么这个墓葬里头，就这个大鼎清清楚楚地写着，明确记载了商朝部队与这支侵略的这个马其顿人的，就是雅利安人的斗争，那么也是有据可查的。迎战这支部队的是商朝女将军，叫妇好，妇女的好，妇好的好。这个他的墓地，我在参观和甲骨文的纪念地是紧挨着的。我参观了这两个地方，然后看到了墓葬也是很宏伟的。他带领了10000多人与其激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就是这个女将军真了不起，这也是有历史可查的华夏民族与白人的第一次交战，对吧？他怎么说是白人呢？那么就我们就通过他缴获的俘虏就能看到，对吧？就在那个时期能出动10000人来打仗也是很了不得的，毕竟那时候在商朝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并不多，那么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军需保护啊，怎么的，也都是冷兵器，都是长矛，对，咱们弓箭了什么的，我们的女猩猩不是3000多年前，我们的女猩猩不再是花木兰，而是她呢使中华文化更加灿烂无比。那么他们做的这战是有据可查的，是在一个大大的那个鼎啊，是不是？就做的是叫一个大的那个过去给人说谁有那个有了不起的人，就给他建这么一个大方形的，像鼎像钵的是一个东西，特别以后我再详细说这个。那么这就详细记载了这个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114年，1114年公元前，用甲骨文记录的，对吧？1976年呢，妇好的墓呢在河南发现，在陪葬的坑里，他陪葬，因为一个国王死了，因为他是国王的太太，其中之一一个太太吧，他国王还有很多太太，那么在陪葬坑里。就因为他是打仗的英雄，所以他的陪葬也是他的儿子可能后来成为了国王，所以对他的母亲的这个灵柩修的也很大，有大量的陪葬的这个战俘。经过鉴定，这些战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白人，就是企图侵入中国的这支雅利安人的部队。被商朝军队打败了，自此之后呢，再没有这军队进，再没有雅利安人的部队，大规模入侵。也正因为这场战争，打消了雅利安人继续东进的念头，也使中华大地得以保持相对的安宁。安宁也就保持了我们的文明古迹。另外一个原因吧，他们要通过千山和通过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也是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当然雅利安人为何不在东扩张，就是那么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此，因为喜马拉雅山和天山等高原阻挡了雅利安人继续前进，这样才使我们初具华夏文明规模的这种文明在这场疾风暴雨中屹立不倒，才使整个的人类接下来3000年文明的灯塔。这就是这个，哎。那么如何判定四大文明古国呢？那么判定是文明古国的就是文字。那么你知道世界上有语言的民族是特别多的，但是也有没有文字的，文字是
文字是文明发达的主要的标志。我国的文明最早并且延续到现。我们发现了甲骨文之后，也渐渐认识了甲骨文，这样使我们对古代了解的就更深了。那么我想说一下，你看英国人到现在呢，不能读，英国人现在看不懂莎士比亚的文章。莎士比亚那么精美的文章，不是普通英国人能看到。而同时代呢，和莎士比亚同时代，就是我们的关汉卿，就元代的关汉卿。关汉卿也是写剧本的巨匠了，他的《窦娥》也举世闻名了，对吧？我们每一个导演要想演《窦娥》，就拿到关汉卿的本子，我们就知道怎么演，怎么样唱，怎么的。虽然都是古文，但是我们都能认识古文，说我们都能演，所以说就我们的文化没有隔裂。又比如吧，我再说英国，就是这样一个现在的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也被人侵略过。你看我们学英文吧，学猪是怎么说呀 ？pig， 对吧？可猪肉呢不叫 pig 肉，对不对？猪肉叫 pork， 对吧？牛呢，牛是 cow 和 beef 的，牛肉叫 beef， 羊叫 sheep， 是吧 ？goat， 羊肉叫 mutton。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放羊的人、放猪的人，他没有吃，是贱民，没有吃肉的权利。那么吃肉的人是侵略者，说的是法语，所以说的英国的词汇就变成这样，就是历史就造成的。所以说我们虽然在清朝的受过八国联军的进入的耻辱，但是我们的精神不倒，是吧？对吧？就是说我们鲁迅，就像鲁迅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也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虽然都等于为地方将相做家谱了，因为地方将相家谱都写成了是他们的功劳，但是你掩不住我们人民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对吧？就是我今天介绍的这四大文明，就是说明了就中国的文明就是能够产生，和中国的文字是有渊源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对吧？也这就是我想今天要介绍的四大文明。那么如果要想进一步了解的我们的文明呢，我就应该认识一下我们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好的，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好，您说，太好了。我是叶子，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古长城每一块砖都不一样的，这个请你再稍微展开一下，美女老师。啊，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就是因为要了解长城，我才知道的。是他们就说的，为什么每一块砖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咱们那个在地上建立那这种楼吧，都是在平地打地基上啪啪啪就断。它呢是要根据山底下的那个地底层况，而且它每一块砖它都不是平，不是都是不能把山挖平了，它是顺山而势。就顺着这个地应力来说的，这样它就不能完全一样，有的就长，有的短，有的要什么斜的什么样的。但是因为我不懂建筑，我也听他这么说，觉得很奇怪。问他们，他们就说这是根据，因为在山上建立这个东西吧，它的每一块砖要符合和山能切合在一起，他就这么解释的。我不太知道，谢谢。你觉得以后呢，我再详细的就是再找一找资料吧。这是因为也是这次我特意看到的。那个陈老师， okay. 我原来好像看见过一个资料，说是那个就是修长城的这个砖，每一块砖它都有一个序号，序号都是不一样的。是的。是谁建的，什么都能查的。对对对对对，是都要对这个长城负责任的，
了不起，真了不起，真了不起。所以看起来我们就是朴实无华，很敦实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藏的科技内涵是非常多的。嗯，这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嗯，的确。好，谢谢，谢谢，谢谢美女老师。好了，好的。那么下面就我讲文明的标志。那么中国的文明标志就是文字了。那么下面这就是，这就是我写的书法欢迎耳。那么第一趟这个是用的是篆书写的，第二趟这个是用的是隶书写的，哎，第三趟这个是用的是行书写的，第四趟是用楷书写的，最后这一趟是草书。那么中国的文字最初是甲骨文，甲骨文然后石骨文，石骨文然后就是石骨文是甲骨文和那个篆字之间的一过渡，那个石骨文还有很多，哎，然后呢就有出现了大篆，大篆，大篆是也大篆，哎，也是还有出现了，最后我写的这个篆书是小篆，是非常美的，这很小篆是非常美的，因为这小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用，在刻戳的时候用的，是吧？它因为它很美，对吧？也有的人在搞书，搞金石，搞金石就是搞那个书法文化的那人吧，他们搞刻字的人吧，他也刻那个大篆，但是基本上刻戳的，就是给自己要一个章，都是那个用那个是小篆。那么篆书这个小篆是，那么从篆书以后，咱们就有了中国的文字，有书法这门艺术。那么这个艺术从哪儿开始呢？从那个秦朝的李师宰相李师，李姓的李师是斯大林的师，李师他开始的，他写的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呢就篆书很难写呀，就为生活需要就出现了隶书，就隶书，就这个是隶书，蚕头燕尾，就像这样的头，就像头像蚕跟燕尾是这样的啊。那么隶书写完了，学了之后还写的应用，它都要刻在竹简，那时候还没到汉朝，没有那个纸张，对不对？还是在刻在或者写的，有钱人是刻在一个锦缎上了，写在锦缎上了哈，就一般就是刻在那个竹简上。所以说古代的帝王有每天就说好像是说秦始皇吧，每天他特别用功要看五车书，就学富五车，就是说那他的书要现在你看五车书那不可能的，那五车书往老底说了能整对吧，他是一个一大卷子才一本书，一大卷子一大本书，所以五车书也是能看完的，对吧？那么就出现了行书，就行书写的挺快，行书最后那个归纳起来，就是行书之前，在行书之前就有出现了草书。那么汉章帝就是草书就很有名吧，汉草嘛，就特别乱七八糟写。那么我为什么把它放在后边呢？这是学书法你最后学的，就是因为因为草书吧，每个字你都得认一下，的确是，哎，最后那就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那个统一文字，对吧？而且在秦朝的时候，秦朝有秦国的文字，那个齐楚燕韩赵魏秦，美国都有，每个国家有美国的语言，每个国家都有美国的文字，所以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是非常有贡献的，对中华民族也是很有贡献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楷书，一般大家在学书法的时候首先学的都楷书，大家平常见到的是，然后写行书就是很漂亮，对吧？有的喜欢写隶书，就隶书也很美，就是隶书在英语翻译成 office table， 就是在办公桌上办公里写的哈，篆书写的就是比较科索的，就是说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文字是石骨，是甲骨文，曾经是商朝的行文发布各种重要事件的文件，也是商朝主要档案的记载。但周朝以前
渐渐由青铜器的发展演化而取代了，所以甲骨文呢也就都那些资料都丧失了，就没有了，哎，也就不知道了。很快进入了青铜时代的经柄文，叫金文、吉金文或者流文，对吧？哎，奏文，对吧？都是这样啊，嗯，这个奏书、奏文，对吧？十五文就是大篆和小篆过渡的空白。到了秦朝宰相，我刚才说了能写上漂亮的文字，就是说的哈。但是这样承载，但是就是篆书很快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既承载了记载国家大事，真正承载了民间的书信往来吧，就有竹简、锦缎之类。甲骨文呢就被淘汰了，那渐渐被淘汰了，也不为人知了。所以说，后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甲骨文，直到清朝末年才知道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是就是就不知道了，就是就像也灰飞烟灭了似的。如果不在后面发现了这件事儿，那么这个就是永远不知道了。在春秋战国时间，我们迎来了那个中华文明的高峰，像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一个特别令人鼓舞的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流传最广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还有中国先民在古代创立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既有最古老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哦，那么甲骨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甲骨文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而且它是刻在龟甲上的。这些记载了商朝鲜活生命的文字，可惜我们两千年前，我们两千多年来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仅仅是认识一小部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就那么对于商朝往前的1500年三千年的历史，就公元前1500年到至3000年的历史，我们都不清楚。那么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如果你认识了一个甲骨文，国家可奖励你10万块钱呢，不是开玩笑。好了，我说这些描写3000年生活的文字，曾经参与了商朝国家正式对外作战、祭天、国际国王登基等金贵的文字。可是在王羲之写《兰亭序》的时候，李白、杜甫在作诗的时候，王师傅在做《西厢记》的时候，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中国的最古老的文字啥，他们就以为从篆字开始的。如果祖先早就发明了，早就发现了这个那个甲骨文，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的那个不知道有多精彩。所以古老的文字曾经在地下哭泣他们的寂寞哈。那么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一片甲骨是如何腾空出世的呢。那么就说我先看这两幅图，这两幅图很可怜，都是清朝的农民，他们衣不裹食。清朝的统治不是像小电影里说的康乾盛世，人民都是像那个电视剧里那么美。实际上中国的农民是非常被压榨的残酷，衣不饱食，这个就是要远渡重洋，连衣服都没有去下江南维持生命，这个就是要饭的。那么甲骨文是商朝那个是刻在龟甲上的文字，已经算被命名为甲骨文。那么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吧，就自古以来就发现了很多青铜器东西，可是一些骨头碎片却无人采理。那么当时肯定也有甲骨碎片，骨头的碎片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化石出现。但是直到清代的末历代的学骨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出现，没有到甲骨文，直到清朝的农民在耕地的时候也被扔掉了。可是有一个极贫的、极特别痛苦的农民，就是
在1653年，就是公元后1650，那是在清朝时候，安阳小屯的农民，就把发现的甲骨吧，当做毫无用途的废的化石。哎，我不知道跟我一样大的70多岁的人，你在小前的时候，你们发现你们家在如果有工地建筑在时候，你能发现化石吗？我发现过，当然不是甲骨文的化石，我发现的就是一个化石。我在小的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有一种石笔。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在我们小黑板不是木头的，是一个小石板上，我们就在那上写字练习，因为纸张很贵嘛，就石笔，那个就是化石。但是化石就是甲骨那是化石，别的骨头也成化石，只不过就没有痕迹就是了。嗯，就是说那时候，现在我在以后，在我长大以后再建筑再就。没有发现就是有这样的石头，它这个石头拿出来你往地下一画，它能画出字，它是很软的一种石头。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就第一个讲这个甲骨，就是这种甲骨这种石头卖到中药铺的人呢叫李成，他就和他们之中的一个人一样，是特别贫困的农民，他满身长满了脓疮，长了就是疮，他没有钱看病，因为那时候看病比现在还难吧，要请个医生先给你开药方，然后你再到药店买药，他哪有钱呢？他只能上那个庙里的用那香灰，庙里有上香的人用香灰止血，但香灰很快就用完了，他就想着怎么能，他一看这个化石，他捡了这种那个化石吧，就是能磨粉。他就把这个化石吧就磨成了粉，他捡来的，他不知道这是甲骨文的化石，写的甲骨文字，他就磨成粉，磨成粉之后呢，他就涂上身上了，然后呢这个就细，就把他的那个身上的那个脓疮的血呀、就给细了，就好了。于是乎呢，他就说的，哎，这种那个骨头那个磨成粉能止血，它是可以就用药。他为了赚钱呢，就把所有的他找到的这些甲骨，他叫做龙骨的名义卖到了中药铺。很多人说啊，这个还能中药还能卖钱呢，很多穷人也纷纷向往到地里去，为什么他在这这个地里就能挖出有带痕迹的甲骨文的化石呢？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在殷朝，就是在商朝的时候的一个首都，也许是当朝的当时的一个博物馆吧，是什么档案馆吧，他每写商朝都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国家，他每一件事情他记在甲骨上，这个甲骨还和另一个甲骨的绳子连起来，最后呢他放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后来就变成了小屯的这个地方。那么每斤呢，他一斤才卖6文钱，可见当时有大量的甲骨被当作龙骨当作药用了，是吧？直到清末甲骨文被发现后才停止，就200多年过去了。这个200多年就称作为人吞商史，就我们人呢把商朝的历史吞到了肚子里，就把这个历史时间就叫人吞商史。到了公元25年，就是公元1899年，1899年，那么到16几几年，这已经是200多年了，对吧？那么清朝有一个国子监祭酒，就是叫王一荣，对吧？他呢得了疟疾了，就叫人从宣武堂，就是宣武门外的达仁堂，现在还有，对吧？买了一副中药。他呢不经意之间，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嘛，他就爱看他的中药，不经意之间就发现了一种那个龙骨的药，他就有一个药叫龙骨，他在这药品上就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符号，有记号。龙骨本身是古代，就是认为是他们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是这骨骼那啥，那上面为什么有符号呢？这就不由得激发起王一荣的好奇心。
王元荣本身是清朝晚期的优秀学者，也是金石家，就是研究青铜石器并且搞篆刻的，叫金石家。这个时候那个李清照的丈夫不也是吗？宋朝时候就有金石家，那么再往前唐朝也有。王懿荣也是一位考古学家，对吧？他很有鉴赏能力，他就仔细观察这些那个痕迹吧，他就把这所于是乎他就觉得这痕迹有意思，他就把药店里所有的龙骨都买来了，一共是1500多片。他仔细研究吧，他就认出了雨、日、山、水。为什么能认出这些字呢？雨好，日也好，山也好，水也好，它的甲骨文字和篆字差不多，能看得出来，所以就容易认出来。那么它因为它变化日嘛，就是甲骨就写的是画一个圈点一个点就是日。那么到了篆书，它就这个圈就变成了椭圆形的等等的哈，山就写的像山一样啊，就是我们中国是象形文字嘛。后来呢，他还发现了几位商朝君王的名字，哎，因此他断定这些痕迹掐的甲骨文是我们古代文字，是我们尚未可知道的甲骨文字。那么我现在给你的这些都是甲骨的大片，其实出土的吧，有的像手机盖那么大，有那个大片都是很少的，所以他们就都认为都扔掉了啊。那么这些都是放大的甲骨片整理好的，对吧？就是这些古代的文字甲骨文风一下就轰动了社会，引起了古董商人和那个现代文人学士的勾相正买，对吧？就是商人是最知道的利益在哪呢哈。这因此这段时间呢，也是一片甲骨惊世界的事，哎，成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件事件。遗憾的是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他没有等到八国联军入侵，他就是没有等到进一步研究。八国联军入侵吧，他认为被那位京师团练大叔就保卫京城的。但是1900年7月份，兵临城下的时候，慈禧太后领着皇室的一群人，还不忘了把甄妃处死，然后跑了。他国家首脑都跑了。他一个人能抵抗八国联军吗？他是说武艺不可苟生，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也不能跟着逃跑。所以他写了一个绝命词，并且说出了太太和他一起自尽了。那么他把保存的大量的那个东西都给了他的好朋友，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刘鄂呢又开始继续，他说我不能研究的，你研究吧。刘鄂就是又收集了很多甲骨，又收集了5000多片。1903年呢，首次讲这个甲骨一出书的《铁韵常规》，对吧？等等，就是大家就尊王懿荣为甲骨之父，对吧？那么就是也纪念他吧，就是。在山东烟台区有了成立了他的纪念馆，是他的家乡，纪念他的功绩。那么下面大家看看，这就是王懿荣，就是发现甲骨文的这个了不起的人物。绝大部分的甲骨文都出产在安阳殷墟，因为殷墟就是著名商代的遗址，就是说当时除此还有那个西北的小说花园庄、侯家庄，这些都是在商朝时期中央那个都城的所在地，因此称为殷墟。甲骨文的统治者呢占卜记录。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这就是我曾经看到的这个甲骨文的发源地。旁边这面它的左边就是妇好的墓，它是妇好的墓的纪念馆，哎，就是在这里，对吧？那么甲骨文发现很有意义的，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使中国的历史推向了1500年前，就从上古时代的甲骨能够直到今天我们叩问宇宙的真理。上千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的感情知识的符号一直传承，
对吧？中国的历世界的历四大文明只有我们没有中断，越过3000年出土的青铜器的像的甲骨文，我们知道了鲜明的信息，不是神话，哎，不是神话。我们小前儿吧看到中国的古代书籍就是就是东周列国志，对不对？那么就认为东周列国志写的都是基本是事实的。那么还有一本书叫做叫做那个，还有一本书叫怎么一时想起来了呢？还有一本书叫《封神榜》，还有一本书，这本书是以前是不让你看的，《封神榜》就写那个就是写那说以前周朝以前都是神仙在活动，哎，封神了，就是包括二郎神了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商朝这些真正的历史原因，就是想象的写的那么一本书，叫我没看到这本书，叫那时候被叫黄色小说，不让看。现在可能有了，大家可能有机会看一看。就是都把那个时代神话的，就是哎，对，我都写了啊，就是《封神演义》，就是既然要演义吧，就是有点后人瞎编了，是不是？哎，我们的小钱就因为是黄色小说不让看，对吧？在2015年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这待我说一个重要信息啊，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了一条公告，谁来认识一个甲骨文可获10万奖励，有的教授说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呢这个甲骨文是你得是从零破译，对吧？一些浅显的那个甲骨文字早已盖棺论定了。那么1936年呢，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吧也挖掘了1700多篇甲骨文。1991年科学院也发现了有些小孔，有甲骨文小孔。有小孔的原因是因为古代要一片甲骨你要写一个记事写不下，他就用带领另一片小孔，用一片写他就用小孔绳子穿上了。哎，说书记呢，这些书记好像档案一样，是商代和后来商代以后的古人并不知道是书啊，甲骨文字界甲骨文开始呢破译，就是现在就开始破译了，就是。但是呢这些甲骨文我们发现的上万片呢，我们真正认识到的还也不足2000，而且都有重复的。所以他悬赏谁来认识这甲骨文，就是就是能有10万块钱奖励。我希望大家有，你看这甲骨文字就是这样的。好，我急急忙忙的就说到现在啦。